来，快快给你们点个奶茶，快！哦，还是硬核的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是你的。哎呀，孩子。你今天出了这么凉啊？哦，出了四单。出了四单。对。厉害啊，出这么多手。你也有八百多块钱。八百多。对。你呢？你去哪里了？我也是四单。你也是四单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走了吗？哎，他们还在发货呢，忙着等他们。那这个等他们，那我给你们放到这儿哈，等你们上手。干什么？你有病吧你！你俩咋回事？你俩不是关系可好吗？啊，你就这样对你闺蜜？你嘴巴贱呢？什么嘴巴贱呀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为啥碰到？不是你碰的。他们今天都跟别人出去打麻将，然后没有钱了，他就借我，然后我想告诉他爸爸。你就借你500块钱吗？ 上班了，你去了？不是，你借他钱？你个女生，你每天出去打麻将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每天出去打麻将？你钱全输了，你输了连生活费都没，你还有理？告诉你妈，就因为这点破事儿，啊，她是你的闺蜜，跟你一起过来创业的，啊，为什么跟你妈妈说？ 不想看你这样，嘴贱！你现在还不知道吗？还不知道你自己做的不对是吗，狗丽？你一个十几岁的女生，刚刚毕业，跟我一起创业，从广西到贵阳，又从贵阳跟我今天来到长沙，每个月做电商的收入全都收了。就你这种人，傻的是不是跟外面零花王呀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 我不想说你，我要你的父母亲打你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上月做电商多少？没关系，14000全都输了，输的连生活费都没了。啊？是吗？你怎么想的你？我问你怎么想的？啊？你一个女生打什么牌呀？打什么麻将呀？ 天天电商出单，不好好跟我做，上个月做的这么好，这个月天天在公屏上给我打瞌睡。狗丽，我跟你讲，你闺蜜她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现在年龄还小，你要知道攒钱，你要知道存钱。你看你的同龄人在干嘛？都在进厂打工打螺丝，你呢？已经比别人优秀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每个月输了，每个月输了。 你过来的意义是啥呀？你不如直接躺在家里。以后再让我知道你打麻将，你直接别跟着我了，再哪学的臭毛病、臭习惯呀？啊！你直接还给我回家回广西，听见没？妈，给我等着！操！没事哈，赶快收拾一下，把这收拾一下，回去换衣服。我先回去有活，我先给你洗。回去换衣服，嗯，慢点，别滑倒了哈。